那么台通我们把它变成是每个礼拜固定的一场的晚会。你讲得好，每个礼拜，所以我们周周有光雕，从7月2号开始，各位注意了哈，每一个礼拜六我们都有像今天晚上你所看到而且更精彩的光雕音乐会，对不对？那么7月2号这一场哦，特别通通的告诉我们高雄市的好朋友，好，你不要告诉别人。7月2号这一场，因为高雄比较近嘛。OK。7月2号这一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多颗球的一场光雕，有几颗球？那我主持今年第6年了，是，那也不过办6年，我今年办要主持第6年。对，我曾经看过最多颗的是16颗，16颗在录影高台上。对，因为那个场地就这么大。但是我们在农田降落场，今年我们打算挑战，好，我不说几颗哈，真的假的？大概是1倍哦。OK。哦，这个要用热气球，台东用热气球帮台湾写记录了。到时候的天气状况。对，如果秘书长来，应该就好天气。好，秘书长麻烦。好。那么美女局长来也天气又更好了哈。是，好。那管钱的局长也来，那么台东就更有钱了。对对对，好。那么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啊。那么这一次真的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帮忙很大，尤其是我们高雄市公安旅游局，那么全程陪同我们哈。